新手必去的新手区，这里讲到的不是股票，不是单单股票新手区，还有是正确来讲是你可以去这边，然后看股票专区。你那些来的都是看股票嘛，这里是有很多东西的，你可以看的是，最重要是这个规则，我可以开出来，或者还有这个，这两个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先，然后我还去一个地方，这里先找一个就是。股票新手，随便打一个 EBS，OK，先讲的是这个论坛规则是你是很多人没有看的，这个是。每个新手必须要了解的，不然的话会突然间给人家ban 掉或者禁止发言之类的，你就不好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这里一大堆，你可以看一下什么，已经放好、改好、打好好，然后你就看咯。这里是旧版规，然后常规这里看到这里讲一大堆一些东西，大致上都很全了。然后。这些广告什么这些一大堆也是灌水定义啊，那些啊这些是灌水哦，中文灌水啊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也是避免了，一大堆处罚的标准啊，这些看到，之后你可以看得到，还有一些紫紫的，可以看到啊，金华紫色，那当时有人问紫色是什么，然后看那个新人应该是没有来这个论坛规则那边看的，还特定组织一大堆东西啊，金华标准的一些股票版区啊，这些啊，新手版啊，版的那个规则啊，全部已经是在这里，在公告这边它是检阅了，只是因为没有人其他人发言，所以这里是。一路你可以很容易的看，这里也是严禁灌水的哦，所以不要讲，突然间啊，谢谢支持什么之类的，这个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论坛使用教材，这里呢，我已经简化了一些东西，我已经放在那个怎样上传 YouTube 了，不过这里也有讲啊，还有一些是怎样上传那些table 啊，好像这些啊。这格式啊，从 Excel 里面 paste 啊，copy paste 啊，也是讲得很清楚。还有图片也是有在这边讲，YouTube 这边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你看到这 VW 就从 VW 那边开始 copy 这个 ABCD 之类的，然后换头像也是可以换，这里已经有一大堆的例子了，然后这个还有讲很多东西，就这么简单，这里就讲完了。好了，然后去另外一个就是，股票新手的话，如果你这个刚才我只是要去这个理财投资股票新手，newbie，这些全部是给新手用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一大堆也是同样的，你可以慢慢找，一大堆，你可以慢慢爬，这里有总共46个，46页，往那边蛮大一下的，你简单看到你解答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咯。就是泛大红股啊，你比如说你不知道的话，你看到这些，你可以按下去就对了。疑问买 call 啊，这些还没放已解答来啊，救命啊！这个刚才还是讲什么了？然后还有讲很多这些东西，全部已经有讲得很清楚了吧？所以这些都是新手所需要去的3个基本的地方。就到此为止了。